随时在这里是拳头热恋。如果电视机前你是单身的话，就赶快到长春来找我吧。欢迎现场十六位小伙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欢迎。祥宇三六八征服平岗蛙，祥宇三六八高产抗倒一等粮，放心种，放心种。感谢鸿翔种业对本栏目的全力支持。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关注节目的公众号，输入鸿翔种业加上你预测的本期牵手嘉宾的号码，我们会从中抽取一位猜对的观众，赠送鸿翔种业提供的鸿翔精酿套装。感谢九奈七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，用好七选九奈，九奈七更耐久。本节目由为所爱尽所能，始终坚守放心品质的完达山乳业特约播出。真真正仓开运猫联名版新装已上市，快去捕抓好运吧。本节目更多独家精彩短视频都在西瓜视频，欢迎下载西瓜视频 APP 搜索观看全程热烈。西瓜视频国内领先的视频平台，给你新鲜好看。感谢中东品味女人的大力支持。没有对象别上火，扫码报名来找我。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，一键报名全程热烈。不会用手机的老人，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，也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-88901890，我们在长春等着你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四位姑娘了啊，这四位姑娘，有的不喜欢舞舞轩轩的，有的就喜欢动手的，有的反差特别大，还有的外号叫女魔头。哎呀，不知道大家伙对这个四个姑娘哪位更感兴趣啊？首先有请的这位姑娘啊，我刚刚在后台看见她了，她跟短片里的那个姑娘反差太大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掌声有请她出场，一起来看看。就是我的。我是来自吉林通化的夏齐飞，今年27岁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可爱、知性、识大体，贷款的男生我不想找。谢谢大家。好，你好，小胖，你经历了什么？刚刚燕子，你重来，燕子姐先问我。不是，你就拿到缘分天使心情怎么样啊？我还妈还给主持人规定话题，我这话题问的不对是吧？我先问你啊，拿到缘分天使你心情怎么样啊？开心呐、啊！看选我小姑娘，该说不说都有质量啊。然后我接下来该问啥了？哪个？来，我看看被灭灯的小伙子是哪一位？我都看着亮灯灭灯都是你，我非得要走这个套路是吗？啊，那来，接下来了，我再看一下灭灯的小伙子。哎呀，灭灯小伙子还是小胖啊。来，小胖，你被灭灯了想说点什么？什么？拿走。以前当观众当八字燕子姐，现在我来这的区别就是上台当观众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主要是吧，我觉得这姑娘她是给完你缘分天使之后她又溜达一圈，对，她后来觉得还是要把你的灯灭掉。对，好，刚才我说了这个姑娘跟短片里反差很大哦，一起来看一下姑娘的短片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吉林通化的菲菲，今年27岁。我目前的工作呢是在都岭分部从事行政文职的工作，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。在这里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整理一些文件啊资料啊。原来呢在外地从事过美容行业，近两年呢就回到家这边来，一个是离父母近一些，再一个觉得在家附近能找到一个如意郎君那是最好的。其实我身边不缺男生，但是我始终觉得没有合适可以结婚的对象。我希望我的男朋友呢无论是长相还是条件上都差不多。男朋友长相我喜欢干净利索有气质的。我的男朋友要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一定的经济实力，不希望他是通过贷款而有的车和房。
娘，你有没有觉得在短片里跟你现在这个状态是有点差别的呀？啊，我很重视全程热恋这个平台，因为想完美一些，所以就把脸上本身不太明显的有几个小斑点给点掉了，但是没想到恢复期间的时候就。格外明显，就格外明显。刚才姑娘还挺纠结，说这怎么办呢？我说没事啊，大家现在看到你的这个状态，就是很美的样子嘛，是吧？二号老夏，你为什么接受不了？就是房车有贷款的呢？因为我觉得，如果你的经济条件还没达到你能，拥有车和房的时候，以后在一起会很有压力。嗯，妹妹，那你得这么想啊。那打比方呢？那是就我哈就非常喜欢你，我就想娶你，完了你说我没有房没有车，你说咱俩以后咋整啊？我是不是得想方设法我得整套房子，咱俩结婚的时候得有地方住吧，对吧？那你说我没有那么大精力实力，那你说我是不是得贷款买个房，起码咱得有个家，对吧？对，贷款买房，房是结婚之前是一定要有的，但是你贷款买房，那我要知道你现在的收入，你的收入。你这个想法是你自发的呢，还是说你父母就是给你灌输这个思想呢？自己的，真怼呀，滚滚的。你有什么能力，你去要求人男方必须得有全款车，有男方要求男方必须得有这个能力呢？你的优秀是哪儿？我月收入是2-3万块钱，我自己在长春，我有全款房，我有全款车，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有这种思想、这种想法。那你也有全款车、全款房、全款车，你为什么还纠结这个问题呢？我得为我们兄弟想啊，我兄弟20多岁刚出头，你让他整全款车、全款房，费点劲吧？是。你说的全款车和全款房啊，我也是倒腾二手车的，二手车贩子啊，我车行10来台、20来台全都全款的，全都我名。你说。贷全款房，我现在有一个，我有一套全款房，它不属于全款，回迁房。我父亲之前给我买了一个贷款房，最近我想把回迁房和贷款房全都卖了，我准备做买卖。你说如果是你的话，你能同意我这么做吗？那你打算结婚吗？我咋不打算结婚呢？我还着急生孩子呢。那你如果要着急结婚的话，那房子哪里来啊？给我爸那住呗，先，爸那不是没房。目前接受不了，你信我的美女，我给你推荐一下我旁边的樊号。我哥们全款车全款房，一年还能挣100多万，那是属于你说的经济收入特别稳定，实力还丰厚。大头，你好美女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说这个房和车是结婚的必须条件，彩礼呢？对他们来说，可能这个东西真的很难，因为不是小钱，房和车。不是很难，是他本来他的想法太高了。对，就所以男嘉宾较真的原因就是有点受刺激，就是有点太吓人了。我在梁华山有套别墅，21年下马。现在我想问一下女嘉宾，你什么学历？我学历不高。既然你学历不高，你为啥要求就是你的另一半需要那么多东西呢？假如说咱俩结婚的话，房车我都有，我都出。咱俩结婚，我再给你买一辆。咱俩结婚之后，你是不是得回点啥呀？不是，已经完了，这个话题出不来了。哎呀，我觉得就卡在这儿了。你们要这么唠下去啊，咱这个爱情就先别谈了，咱先都搬个小板凳，咔往这一坐，你给多少钱，我给多少钱，你家能出多少钱，我能出多少钱，你买啥房子，我啥车，行不行？有没有同意的？哎，七号燕才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美女。我是比较赞同你这个观点的，因为我感觉女生嘛，想找一个条件比较好的，这都是无可厚非的。他 get 到他那点了，对，毕竟年纪大了嘛，能懂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一个男生真的喜欢你的情况下，就是说如果他已经有车有房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，就会认为你提的一个条件都是非常正常的，也是人之常情的。所以我就是非常支持你这个想法的。其实他想要的很简单，只不过就是扩大了，他会觉得就是什么都有。哎，我在结婚了，你必须什么都有。但是男的可能觉得你凭什么？燕才对姑娘的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挺好。你现在的就是？我现在是有车有房，车也就是房也是全款的。来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姑娘第二个短评。我喜欢情商高一点，注重细节的男生。因为如果你没有情商或者情商很低的话，我会觉得跟你相处起来比较累，他们可能注意不到女生的一些小心思和细节吧。大男子主义这种类型的我就不太接受了，大男子主义类型呢，我可能觉得他不太有情商。我觉得两个人相处没有必要在外面一个样，在家里一个样。如果你对我大男子主义呢，
你强我就会更强，可能两个人的感情没有什么好的结果，但你如果足够宠我呢，我就会对你很温柔。我不接受整容的男人，男人和女人都有美的权利，但是我认为身为一个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。你敷面膜啊可以，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化妆或者打瘦脸针啊，这样的男人我不接受。喜欢我的男嘉宾为我留灯吧。燕才，你好美女，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说因为我在长春嘛，如果说咱俩牵手了以后，你会考虑来长春这头生活吗？因为我这块房子或者说工作各方面也都基本稳定在这头了。他有点想法，他想牵他，他能理解菲菲的想法，懂他。如果是说各个方面都合适的话，那我觉得在来长春可以。好的，谢谢。是可以的啊。你好文森，我听到你短片里介绍说你不喜欢整容的男孩，就觉得打瘦脸针打一些玻尿酸什么的就觉得很不好，为什么呀？我平时我就打瘦脸针呢打玻尿酸呢，我觉得我也没变成女的，我也没咋地呀，对不对？我是为了让我自己更好看一些。是找男朋友还是找姐妹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一起敷个面膜吧，一起去打个针啊。啊，注重自己形象，对，挺好，挺好。但是你敷面膜有偶尔能接受，但是不能天天，不能太精致。那不行啊，那你看就是啥呀？你比如说咱四号啊，就谢帅，你说那脸呢都那样似的，坑坑包包的了，那蚊子落上都得崴脚。对，带着别人。你说你这样式你喜欢呢，然后你比如说啥啊，跟你贴个脸都能把你红血丝给你贴出来，那十一号佟老板那都黑成啥样了，跟那大黑煤球似的，掉煤堆里都找不着，你就喜欢这样式的吗？美女，我特别接受你的观点啊，就是不喜欢精致的男孩那是非常非常的对的。老公挣钱给老婆花都有这首歌，就我跟媳妇打扮漂亮就得了呗，你还整啥呀？就是我穿着棉大衣军大衣走在马路上，你是精致的，那是所有人都会说我有能耐，对不对？我打扮漂亮的那算啥呀？那是不现实的。我非常支持你这个观点。对，但是啥呢？我也不喜欢，就是说，就我特别不喜欢，就是说那种娘们唧唧的，是啥呢？打扮那点没有老爷们样。你那出来，你男的你黑点，你瞅人瞅你的气色，啥健康啊？没来劲。那被你整小黄头发，整还整个盖儿，穿小绿鞋，你喜欢那样的吗？等会儿啊。一号文森呐，你看你刚才为了表白自己，你把四号十一号全踩脚底，你看这俩人一反盆，你现在什么状况了？就你出去你特别光鲜亮丽的，但你看他俩造的像老头似的，却老黑的，你说你脸能有面吗？对不对？你是喜欢那种类型，你跟这仨小伙子说说，比如说你工作你干活啊，你如果晒黑这都无所谓，但是你本身一定要干净。我觉得我想找的男朋友不用太精致啊，不要太精致啊。哦，没想到是十六盏灯都灭了。七号燕才一直亮灯，为什么灭灯了？也是就是想了很多，主要是因为我吧之前不没处过对象嘛，可能假如说我跟女嘉宾就是美女牵手了之后，可能也是前期打个电话啊互相沟通，而且我这个人呢又特别不擅长聊天啊，或者是说跟女生聊天什么的，所以说呢就前期可能涉及到异地恋的这个情况，成了的可能性非常的低，所以说我也是对我负责也是对那个美女负责，所以说最终选择把灯灭掉了。就是因为两地的问题。对对。齐飞觉得今天表现怎么样？我觉得很真实。怎么很真实？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我说的那个全款房和全款车，他那个全款车我并没有很要求，但是我所谓的我不太想接受那个有贷款的，是因为我只是想在结婚以后可以不没有那么大压力，或者是说如果是说这个男方各个方面都很合适，但是因为家庭呀什么原因，然后不得已因为结婚要买个房子，那我觉得只要他有能一定的养家的实力，一定的经济实力，那我觉得可以。房子这个问题啊，记住永远不要成为阻碍你们幸福的一道坎儿啊。房子再大它也只是个建筑物，只有你们住进去了有情有爱，那才能变成家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都换位思考一下，我觉得这样才能够找到最匹配你的那个另一半。加油加油。感谢
感谢位于沈阳华府钦天地 C4 座的秦晶婚恋为全程热恋辽宁省嘉宾见面会提供的场地支持，感谢博朗化妆造型美容学校对男女嘉宾及主持人的造型支持。没有对象别上火，扫码报名来找我。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，一键报名，全程热恋。不会用手机的老人，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，也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-889-0190，我们在长春等着你。接下来有请的这位姑娘，据说她就喜欢动手，来，掌声有请姑娘出场。就是我的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韩琳琳，来自公主岭市，今年23岁，从事幼教工作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，琳琳老师爱动手。这儿屋的男生，你笑一笑，看看灭的是色号学帅的灯。给我一个合适的、最完美的解释。因为你太好面儿了。我一听你说话声，你就小女人那种的，我好点面不行吗？两口出去那一声不敢吱，一吭不敢声，别人咳嗽一声都给咱俩吓尿了都，不得爷们脸？你不得找个爷们脸的吗？是得找个爷们点的，但是你太好面子了，我有我怕给不足。面子跟面子的问题，有些时候我会给你面子呢，对不对？你不想要面子吗？你不想光鲜亮丽吗？你不想成为这条街上最亮的仔吗？谢帅现在要给我们这个琳琳洗脑子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感觉？有啊，他又后面他又爷们一点儿。这边，哎呀，先大家先掌声给大雕点鼓励，好不好？啊，站起来了啊！来，第一次收到缘分电视，什么心情？对呀，受宠若惊的，心里这个美呀，哎呀，特别美啊，特别美啊！对，你看他，看那个眼神。对。像找今天找我这样的，像我这个多好啊，就得要老爷们儿，是吧？是吧？没毛病。对，演我一样的，看我这样的。小熊大。对对对。演我一样的，就得找我这样的老爷们儿，是不是？找到存在感了，喜欢这种类型的，是吧？我觉得他的性格就是那种憨憨的，我比较喜欢这种性格。喜欢憨憨的性格啊，接下来多交流啊，机会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琳琳老师的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我特想找对象，特想结婚，特想要个小孩。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呢，我希望要两个小可爱。如果是小女孩的话，我希望她长得肉嘟嘟的，每天都给她穿漂亮的小裙子。在没有宝宝之前，我也感觉到我自己很幸福，因为我有这么多的小可爱陪着我。我的工作就是一名幼师，每天早上我特别喜欢孩子们跑进来叫我琳琳妈妈。我叫韩琳琳，今年23岁，我非常有耐心，这手工玩偶都是我一针一针勾出来的，花了我整整2天时间才完成呢，我一点都没嫌烦。我还会素描、油画、书法，哄小孩那我都一来一来的，陪小孩长大这事儿都不用插手，我自己就能教明白。闲得没事儿的时候，我还能做一些好吃的，像排骨炖豆角啊、红烧肉啊、锅包肉啊，我都会做。有时候也做一些小甜点，像小饼干、小泡芙什么的，这些好吃的我家里人都可愿意吃了。我这人动手能力比较强，但平时说话唠嗑上可能就会比较含蓄，比较顾及别人的感受，但我觉得台上小伙太有意思了。大头，哎，你好，美女，因为我看你好像特别喜欢小孩，对，特别喜欢。就是如果说是，就是那个咱俩牵手之后，相处2-3个月了，我会希望你就是辞掉你的工作到我身边来，你会愿意吗？就是不工作了之后你养我是吗？对对对。什么样的经济条件？养你指定是啥问题没有？手下把拿呗。没毛病。我觉得女孩子还是应该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吧，无论她是做什么。找到对象之后，你打算让她做全职太太是吗？对，我不希望我的女朋友就是每天
起早贪黑，忙来忙去的。不喜欢，那你刚开始你肯定说的好好的，怎么样的？如果他仍然还想有自己的工作，你能同意吗？我会推荐他找一个前台，我那一坐，坐一天可以。好啊。谁好，佟老板？我看你短片里那个你的手艺挺好啊，针线活是吧？是小毛线啊。嗯呐，那我冬天的收车不冷了。那我穿着大棉袄，你就给我整个小围脖啥的，是吧？能织不？会。那就行，那待会儿俺们静宇也有幼儿园，就是我还能治愈我一个不吃饭的毛病，就是平常就你们那幼儿园小孩不吃饭，你怎么办？哄呗。哄是吧？我老板小时候肯定特别皮。嗯，那你看我这成天吃泡面，有时候就咱俩真在一起了，我也不咋愿意吃饭。你说我这不愿意吃饭，你怎么办呢？想吃就做呗。那做完了，那我还不愿意吃呢，那赖叽。那咋整啊？我得喂你。那个你们那幼儿园小孩就平常不愿意吃饭，你都哄。就是我也想，就是说啥呢？冬天的时候你给我织个围脖，到那个我想吃饭的时候，你也得多少哄着点我吃，那不就咱俩的生活不就过得有乐趣了吗？感受一点这个恋爱的温度是吗？对，我估计我跟他在一起用不上两个月我就能胖点。嗯，差不多哈。听他说完了之后，十二号大姐，你不想说点什么吗？感觉怎么样啊？我就想问一下女嘉宾，如果说咱俩牵手的话，你能跟我到我的德惠来，然后呢你放弃你的幼师的行业跟我一起做买卖吗？因为我现在呢是自己开了两三个店。都开什么店了？跟他说说。有手机店和内衣店。对，然后我还准备下一步的话，我还要再开一到两家内衣店，就是我想做一个连锁的。对，现在的话，你的店面是有人给你打理吗？还是自己打理啊？哎，他这样问就肯定会跟你走。我现在的店面，手机店是我自己在打理，然后内衣店呢，现在有店长，然后有店员，都在他们在打理。对，因为我想找一个女朋友什么样呢？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能把就是我做的小事业做大。对。嗯，可以的，就是说。咱们在相处下来就是很好的情况下，我是完全可以去到外地的，因为本来也不远。我喜欢有安全感的男生。好，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，回来我们接着聊。我找对象不追求外表，但看重能力。你得有上进心，有主见，知道努力比啥都重要。我之前出过两个对象，就因为男生对未来没有啥规划才分手的。我家庭条件比较一般，爸爸呢是养老院的一名高级经理，妈妈呢是高级月嫂，妹妹14岁还在上学，家庭条件就这样。我找对象不挑条件，对于小伙子的要求就是一个月能挣5000以上，有个稳定工作就行，或者自己做个买卖的都行，至于在哪个城市都无所谓。彩礼呢我也不打算要，5号金宝，说自己是小奶狗，有点温顺，完了有钱吧，还挺犟的。跟我喜欢的舔狗型男朋友差不多了，我就喜欢男朋友黏着我，但那火急火燎的那性格，我担心我俩总干仗了。好，来13号陈凯。我先夸一下美女，你那个三观非常正。为啥呢？我就贼赞同不要彩礼的那个女孩，因为我遇见一个奇葩的事儿，就是我爸在我27、28的时候就挺着急的，说我去上农村远房亲戚家给你那个介绍个农村的正经过日就行。我说行，那你找吧。我爸就托了人找的农村亲戚，那女孩说得先让我家压到30万，这30万放这儿，彩礼钱就先成不成，不成要俩人没相中可以给你退回来，但是你得把30万放这儿。我爸回来跟我说，我都笑了啊。我认为两个人有眼缘了，想接触下去，首先得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，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，而不是说谈价钱。二者是，如果我找个200斤的媳妇，给你20万彩礼，然后给我1000块钱一斤，咱俩要结婚了，你都不能掉秤，不能减肥，你要瘦了，我就感觉我赔了这买卖。一斤奶。你这是因为之前那30万的姑娘置气呢，是吧？对，所以说彩礼就是，如果有一天啊，美女，假如说咱俩牵手成功了，我有一天年少有为，买个800平的别墅，我都可以写你名，但前提我是咱俩有孩子。特别赞同不要彩礼这事儿啊！我觉得应该给，因为那是我们第一笔的幸福基金，我是要给两个人，不是给女方的。十二号大雕，
我刚才看短片，你是喜欢舔狗的男孩吗？我比较喜欢就是黏着我一点，就是你有空的时候就是比较黏着我这种。啊啊，我觉得我不是舔狗的男孩，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出去像是彼此就是相互的。大雕，你说舔狗型男友是啥样的？你们说说呗。舔狗型的男孩在我印象中呢会是什么样的？就是我每天就是对你特别好，或者是每天我都找着你啊，然后就是你对我就不是那么太那啥的。就特别主动的，对是吗？对对对，我不是那么特别主动的。那感情肯定都是相互的，但是我说只不过是那个类型。你要工作忙，那我也不能就是天天。然后还有问题，我想跟你比比个。比比个，对，我就比比呗。哎，特别跟我比比个，来吧，来吧，有请十二号大雕，有请。大雕，你多高啊？我身高1.92米。我印象当中好像是1.9米。对。你说他往我俩中间这么一站，巨人。姑娘往你往边上站着，对对对，哎呀，那多高啊？我163。163啊，是1.92米。1.92米。那个大雕为啥一个劲要下来比个呢？我觉得我要在他跟前，我像个小鸡仔。就是我想就找个女朋友，是找个就是个头稍稍会要更是高一点的，高一点的啊。好比今天林林老师终于忙一天要放学了，溜达溜达两个人散散步，找找感觉，看怎么样。林林下班了，我来接你来了，回家吧。哎，走吧。画上我吧。要签的那个姿势，林林有一点害羞。这溜达一趟什么感觉呀？这个大个儿真的是很有安全感，对对，是吧？姑娘个儿也1.63米，也不错，就在小伙面前就显得特别的娇小啊。谢谢大雕，谢谢谢谢啊。哎，16号小胖，听没听过一句话？舔狗，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我就是那个舔狗本狗。因为我就是我在感情里边，我就特别喜欢就是黏着对象啥的，我不喜欢对象黏着我。小胖好像被伤了。我之前那一段感情，因为我们就是属于异地恋嘛，每次我给他发微信，我发一堆话，就好几行，人给我回几个字儿，我知道他在哪上班嘛，我就默默的我给他点杯奶茶呀，点个水果捞啥的就给送过去了，送一人连句话都没有，就是谢谢没有。小胖应该是就是在感情过程中应该是对人付出会特别多的一个人。然后就莫名其妙分开了，然后他也没有给我个明确的理由，我就觉得太卑微了，我就卑微小路，你知道不？所以说我觉得那个东西也要适量，虽然说是我太上赶着你，但是我觉得我在你这儿没有得到一个相应的一个尊重，没有把你当回事儿了。对对对，假如说咱俩处对象，我现在还是说那么对你，那你还是还会就是特别冷漠的那种吗？还是会你也会回应一下我的热情呢？一定会回应你的热情的。这还是在不在乎喜不喜欢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有的时候感情不在了，你再主动可能也不一定会有好结果，对不对啊？看到12号大雕的灯亮着。那我说他俩可以。来，掌声有请12号大雕，有请。大雕是刚才这几波互动之后感觉就来了是吗？他一上台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小姑娘不错，各方面挺符合我找女朋友的标准的，把原配天使送给了我，挺高兴的。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？我就想问一下，最近这两年你对工作方面有什么样的打算？如果相处好的情况下，你打算多长时间就是考虑婚姻这个问题？这两年我工作打算呢是2年之内我要再开1家到2家的店，我想在1.5到2年之内结婚，因为我今年毕竟27了，我呢就是也想早点结婚，父母也早点想抱孙子了。爱你呜呼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
好，我们五秒钟倒数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美容师来相亲，现场给小伙拉双眼皮儿。我想切个双眼皮啊。我带了设备。哎妈，那这咋拉呀？找找对象还想解决一下双眼皮的问题啊？这小伙们呢，还都挺满意。这咋回事呢？别走，咱回来接着看。相亲现场变认亲大会。大嫂好，姐夫好。大嫂好，姐夫好。姐夫好。姑娘出场就要牵手，谁也拦不住。所有的错过啊，都是为了遇见明天更好的你。吃辣条吹泡泡，你从没见过这可爱表白，就为了营造点浪漫的气氛呢。更多精彩就在本周红色整夜全程热恋，吃也吃了，喝也喝，你愿意给我吃。先生，加油！恭喜你们，恭喜恭喜，祝你们幸福，祝你们幸福。祥宇三六八征服平岗蛙，祥宇三六八高产抗倒一等粮，放心种，放心种。感谢红翔种业对本栏目的全力支持。本节目由为所爱尽所能，始终坚守放心品质的完达山乳业特约播出。没有对象别上火，扫码报名来找我。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，一键报名，全程热烈。不会用手机的老人，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，也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-88901890，我们在长春等着你。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这位姑娘，就是不喜欢舞舞喧喧的小伙，来，掌声有请姑娘出场。就是我的棒皮，我就是你的棒皮棒，我要长得单纯起来六年。既然你既然好，他也好，满房星河都已我愿意，快点跟我回家去。这是房子没有什么用，来干的是个性，我的孝心不求门当户对，就是门道为我的准备好，小孩交代小孩都把他领回家，从此真的没有彭老板的内心潜台词，我心态崩了。大家好，我叫曹文娟，来自吉林延边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爱美赚钱两不误，舞舞轩轩的我不处。好。哎，佟老板确实悍着了啊！这是舞舞轩轩的小伙吗？是吗？他是万众瞩目的舞舞轩轩。万众瞩目的，不，人家虽然能舞舞轩轩，但是人家也能挣钱，多能划了钱啊！那这样很好，就是做朋友很好，男朋友不好。你喜欢的男朋友就是要稳重一些，稳重一些，对啊、哦，要有保护欲啊、哦。我看缘分天是给谁了？谁稳重？那在哪儿呢？哎呀，梁霜，第一次收到缘分天是什么感觉？有点懵，他现在也没反应过来。你比较欣赏他哪方面？就是很干净在那儿，然后也不会话多。这个时候沉默是金这句话就有道理了，姑娘喜欢这种类型的啊。那来看一下姑娘第一个短片。有色有色哟，欢迎来到延吉，我叫曹文娟，今年27岁，我出生在一个很爱美丽的城市延吉。我们延吉的小姑娘爱美可是出了名的，我们冬天为了美都可以不穿秋裤，当然我也很爱美。为了美，我辞掉了稳定的文员工作，开了一家自己的美容工作室。以前年轻喜欢古筝，喜欢跳舞，现在只有一个爱好，那就是赚钱。开店2年了，现在
雷，这通天修为天塌地陷，紫金锤紫电，这玄真火箭九天寻剑惊天变，乌云我神圣杀手呼啸阴鱼盾，这多情似孤空余恨，我走进了万鱼阵。我精心的对比过，选出了最五五轩轩的人，你们猜猜是谁？得奖感言呗，获奖感言是吧，董老板？不是，那我想听听是谁，是我吗？是你。是我，是我。那我今天我必须得我得讲讲。啊。我发现我要再这么下去了，我可能就是把节目组等于录黄了，一直站的，真的。大多数女生不喜欢他这种太外放了。我必须得解释解释，因为啥呢？我不是说我过来装可怜来了啊，就是我平常。啊，就是我在我那儿的工作，永远不知道我工作压力有多大。其实平常我在我店里不是这样，我要成天这样我卖不了车，所以说每逢我在店里卖车，就是从早上一直到半夜的时候，永远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压力有多大。就每天晚上我发的朋友圈都是在说啥呢？就是我感觉我一天我有多累，每天总结一下每天有多累。每逢过来录全程练，就是我最开心、最开心、最开心的时候，真的就是恨不得我满场飞。这两天我就相当于放假了一样。就是有多开心就玩的多开心，嗯，就真就是没有压力，手机都一关机放飞自我了的那种感觉，就不用说每天他们都得接100个电话，跟100个人解释。童老板真的挺能吃苦的，但是我真的不喜欢他这个性格。说这节目我爸我妈也天天看，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压力特别大。来到这个舞台了，有王哥跟燕子姐，我回到家了，我就当我怎么开心怎么来了，展现我最真实的自己。其实我才23周岁，我也是个孩子。哎呦，要哭了！我总是想把，就是说，我不忍心灭他了，怎么办呀？我每天都干一些是大人的事儿，是。所以说啥呢？他这是心态真的崩了，有一点。我给你们表现出来，只是我的外表，你得细细的品我。听出来了吗？在节目当中的五五轩轩，跟生活当中的他可能完全不一样。很心疼。就是生活都是很不容易的，会遇到好的女孩，这个是她另外一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看节目除了看她舞台上的一面，还要去看一看她生活当中的一面，这样对这个人的认知才会更全面啊！来，四号先帅美女，你说你辞掉你工作，现在做美容行业，你现在做美容行业多长时间了？有几年了。男生这块整容你能接受不？哎呀，轻轻的可以改一刀，双眼皮，你看我这眼睛小吗？我一直有这想法，都23年了。你要干啥呀？我想切个双眼皮啊。但现在姐，我不知道是切好还是那个，我听说那个埋线啊，埋线那个好。哎呀，挺专业呀啊！你问问人家专业的啊。我用不用下？你给我看看怎么整。来呀，我帮你打开你的心灵窗口。哎呦，来吧来吧，四号。哎呦，我都没想到去找找对象。找找对象还想解决一下双眼皮的问题啊。燕子，拿一下我的化妆包呗，我带了设备。你化妆包里面有什么设备啊？可以让他眼睛放大的设备。来来来，小二，咱们来这包。哎呀呀呀呀啊，我怎么配合你说了算。要这姑娘得咋选呢？广告很短，哎，咱回来接着看。哎呀呀呀呀啊！我怎么配合你说了算。哎呦，我回去了呀。你让你王哥看看你拿的啥，这就对了，这专业呀、啊！一看这刀就专业。你真看我皮厚了，拿这么大刀整我。看看啊。我认识姐，这个是双眼皮贴，但是这个我感觉对我没有效果，我眼皮硬，蒙一蒙的。试试。
咋有点对眼了？给王哥看看，哥在这儿呢，哥撞下了。我就整完之后，哥，我感觉瞅的面子都小了。你咋眼睛还睁不开了呢，帅啊？眼皮硬，硬的就硬往上睁，睁不上去。金马，有没有感觉哥哥变帅了？此时，我现在看他好像俩肉皮粘上了。哥，你这改装改的挺失败的，说心里话。我不怕这个节我早都改了，我就怕整出这出来。不是燕姐，她改完了以后，她这俩肉皮好像拿电焊呲上了。你快打消念头吧，这样还挺帅的，挺爷们儿的。有自信了啊？对，出这出之后有自信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，不整了，这确实磕碜了。不是我们姑娘手艺不好啊，你姑娘你说说啊，她这个难度太大，难度太大了。给我必须来特写捏张照片，回家看节目就知道咋回事了。来，好，谢谢帅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，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。我找对象不看重条件，有房就行，房子够住就行。我比较喜欢成熟事业型，最好是做买卖的，因为我也属于做买卖的，我习惯了这种自由。家里有啥事或者两个人想去哪里都不用请假，不受限制。我不喜欢大男子主义的，好话不会好说。你说你明明是为了我好，为啥就不能好好说呢？非要扎我一下。我希望我未来的男朋友是个有能力的人，可以照顾我的，帮我拿主意的。处对象我还有一点小粘人，无聊的时候我就会想你，想知道你在哪里，想知道你在干什么，给你打电话。你愿意让我这样粘着你吗？十三号梁霜，你是在延吉是吧？对。介意就是我如果我过去的话，就是在一起之后如果过去的话，到那边不稳定吗？会介意。那你能过来吗？就是从延吉到长春。那我如果来的话，你介意我不稳定吗？因为我是从头开始了就。那没问题，就我也有房，也有稳定工作。梁霜，跟他说说你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在燃气公司，也有一个贷款的房子，车也有。对。那你刚才我觉得你还挺有诚意的，直接说如果咱俩相处了，我直接过延吉那边。对。如果要是男孩到你那边，他肯定就是他那个边工作就得放弃。你觉得你还挺介意的？对吧？你想让男孩更稳定一些是吗？对，因为他要成为我的肩膀。来，五号金宝。我觉得你好，我看你那个短片说你是你喜欢粘人的，还是你喜欢让别人被你粘的那种啊？是我有点小粘人。因为工作原因，咱俩就是不可能天天那么唠，那你会怎么办呢？就是你忙的话，你要告诉我一下，然后你闲下来了，你可以再来跟我聊天什么的。就像现在呢，我就是自从干上工程这个活了，我就是一天我没有时间去看手机。因为特别忙，那你说这咱俩，比如说咱俩现在交往了，我一天我到头我不给你发一条微信，你会主动联系我吗？我会，但是你早晨的时候你要给我发一条，我去工作了，我就知道你今天一天会很忙，然后我就会默默的等你，然后我要是想你了，我会告诉你，我会想你。我轻轻的向你告别。金宝咋一下露出这个笑容了呢？这都感觉特别甜。就是我其实我也想找一个，就是像姑娘这种类型。金宝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呢？最近这段时间做什么呢？我这之前那个环保行业不是特别好，然后现在主要我就干那些工地，那些接工地的活，就是消防水电工程这种。这个早上得几点起来，晚上几点下班？不能睡到自然醒，天天早上五点我就得起来，晚上就是贪黑，都是已经就有的时候回家我根本吃不上饭了，就已经9、10点钟，甚至11、12点钟了。姑娘觉得就是像金宝这样的，他现在工作很忙，可能不能经常会沟通交流，但是呢他只要闲下来就会交流，这样的感觉怎么样？闲下来会交流挺好的。金宝现在是在长春是吧？对。你看这好几个小伙可能都面临着异地的问题啊。15号洪泽，先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周洪泽，来自长春。然后我的爱情宣言是小鸟依人我不爱，外向的女人是我的菜。洪泽是做什么的？我是一名辅警。我觉得女嘉宾比较外向一直观察她比较喜欢笑我也比较喜欢笑，比较愿意疯愿意闹我就是想问一下女嘉宾，因为我在长春吧相对来说还算稳定，如果说牵手成功了可不可以她来这面？如果我来的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会比较害怕，我怕我就是一切从头开始，然后没有
像现在这么好。明白明白，因为吧，我在长春也待很多年了，就是从头开始真的是特别特别难，需要一个过程的哈。对对对对。场上14号、15号两个小伙的灯亮着，掌声有请两位。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们？想问一下男嘉宾，近2-3年对未来的规划。我这边工作其实时间还是很多的，自由时间多，然后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的兼职，就像现在可以晚上出去开代驾，或者是再考虑一下其他的兼职，如果有合适的话会考虑转行。然后爱情方面呢，我感觉1年多左右如果合适的话可以考虑结婚。来，洪泽。工作这方面现在相对来说还是稳定一点，就是以后吧还是想自己做点小生意，打算30之内把婚结了，再想自己再找一份工作，或者是自己再做点什么让这个经济更稳定一点。5秒钟倒数计时好吗？来看一下姑娘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。后边的啊，这女魔头来相亲啊，上台就给小伙那是一顿神怼呀、你想吼一下啥样的呢？反正不是你这样的。都有哪个小伙是喜欢这款女魔头的？那小伙咋全都举手说喜欢呢？咱赶紧回来接着看啊。我有个提议，就咱们剩下15个人就一起喊一声大嫂好吧。今天同意同意，给他们定了。好，大嫂好。给他喊一个姐夫好啊。行，我说完1、2、3，咱一起来啊。1、2、3，姐夫好，大嫂好，大嫂好，大嫂好，姐夫好，姐夫好，姐夫好。5、4、3、2、1。燕子姐，我不想选。为什么？没有我想要的那个安全感。如果有哪个男生能够很坚定地说，我们俩在一起，在长春我们怎么生活？如果我去延吉，我们怎么生活？这就是我这2年的规划。可能女孩觉得你的2年规划之内有我，啊，那我可能在你的这个规划当中。你已经把我列入了你的规划当中，他可能就觉得更有安全感，是这样吗？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谢谢。长春的夜依然灯火阑珊，有多少人在北京街头战胜人在。感谢九奈七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，用好七选九奈，九奈七更耐久。真真正仓开运猫联名版新装已上市，快去捕抓好运吧。没有对象别上火，扫码报名来找我。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，一键报名，全程热烈。不会用手机的老人，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，也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-88901890，我们在长春等着你。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姑娘，这位姑娘别人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女魔头，掌声有请姑娘出场。今年24岁，来自长春九台，然后现在是一名健身教练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女魔头，小腼腆，喜欢我的主动点。好，这一出场一看，这绝对是阳光运动健康型的啊！我还在奇怪呢，现在的女魔头都是这种款的吗？就我说女魔头的时候，大家伙是不是吓坏了？是吧？啊，是别人给你起的外号吗？对，私教会员给起的。就是这样的姑娘，如果是女魔头的话，都有哪个小伙是喜欢这款女魔头的？就只有 Vanson 不喜欢，其他都喜欢啊。Vanson 是喜欢。都给我灭了，我还喜欢他干啥？啊，是这种原因。来，那万岁说两句吧。来吧，告诉我，
为啥呀？我想找男朋友，不想找姐妹。男朋友也可以有暖男呢，为什么我就成你姐妹了呢？太暖了。那不好吗？不好。太过于精致了，就有一点让我精致一点不好啊 ，hold 不住。那你想 hold 一下啥样的呢？反正不是你这样。再见。有能想碰你这样的，你得慢慢来啊，慢慢等、啊。我不着急，这样式儿我也不行、啊，我肯定是灭你的。我不喜欢穿运动装的啊，不喜欢。你这样式的让我找到我老姨的感觉了。我老姨是瑜伽教练，老姨可挺洋气，咱该说不说。缘分天使是八号是吧，红军？得到你的缘分天使，我特别开心，也很激动。然后你这一出场，我就感觉是惊艳全场，我也会多加的关注你的。谢谢啊！好，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女魔头的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健身，我是专业的。我叫杨中华，你们也可以叫我杨杨。今年24岁，是一名专业的健身教练。21岁，我去了北京，当时觉得健身教练特别赚钱。然后经朋友介绍，我就去了专业的健身学院进修。入学后，我们开始学习解剖学、生理学、营养学。3个月后，我成功拿下高级私人教练证书、中国健美协会专业教练证书、运动损伤预防与纠正性训练证书以及体适能训练证书。凭借我的专业性，在北京做了将近3年的私人教练，平均每月收入10000元以上。也因为我的专业性，我在训练学员的时候会特别严厉，被他们吐槽为女魔头。朋友都说我除了看身材像个女生，其他都像个假小子，衣服鞋全都是运动款，而且买的都不便宜。我的爱好也比较男孩，喜欢玩滑板，之前学了1天就学会了。别看我挺淘的，但是我在喜欢的男生面前特别怂。台上如果有喜欢我的男嘉宾，那你一定要主动一点哦。你好，小胖。哎，你好，美女。你好。我看你家里那七个碟八个碗，琳琅满目的，那这书那书的，你给我传点秘籍啥的，就咱啥都啥招也都试过，但是就顽固性肥胖就整老闹心了。3分练7分吃吧，首先饮食还是要注意一点，清淡一点，然后高蛋白低碳水这样。那三分练怎么练呢？你教教我。他直接把吃放弃了，说3分练，咱唠一下3分练的事儿吧。你有没有什么就是？比如说类似于什么体能训练的，全身的肌肉都能得到锻炼的这一种。抖音有一个比较火的凭手肘支撑的一个挑战赛，有看到过？你可以过来。能教我呀？啊、对，可以。要钱不？不要钱。那行，那行，行。我这力量型的行吗？再找几个。啊，我想试一下。看看看看。8号吧。啊。8号，哎呀，缘分天使给8号了，是吗？展现一下。那好吧，来来，8号、16号，有请两位。我挺孤立无援的，我在这台上，要不找个帮手呗？你找啥帮手？哎呀，还给我鸡腿盒饭都给留。再又拿到。哎，你别说。二哥在小胖面前怎么瞬间变得这么娇小呢？你还没进，我一个人干不过这8号，他歧视咱们胖子圈。来，那个谁，那个红军，你站在这儿，你先给他们亮两下子。对，我来一套3个腿把连一块吧。行。哎呦，好。胖子圈就靠你。哎呀哎呀，谢谢。来吧，姑娘，我可以先给他们演示一下，先展示一下，好好。哇，掌声在哪里？好厉害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
真厉害，真厉害，好厉害啊！我回去了，没啥事。我觉得肯定有难度啊！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吧？啊，哎，三二一，开始！这举着头一上台，咱这仨小伙都干趴下了呢。啊！我遭受了这种羞辱。后边俺这小二还正台上哇哇哭，这咋回事啊？别走啊，拿回来看。你这个这么着急找对象吗？才二十。我刚才看你父亲才四十，你母亲才三九。我不小了，我身边人都有对象了。那你这是遗传呢？你说比你爸才大五岁，比他小五岁。大年了，这个大岁数。到底比他爸爸大还是小？你妈哪年的？小胖，你那个肚子粗一点，可以一点。你看看二哥，哇，二哥很棒，哇，好棒！帅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谁做的最好？但小胖是可以获得一个最佳，很努力。给教练干没词儿了。这三种类型的男朋友，你会又努力，先天条件又好。哎呀！我想我下来这一趟，我遭受了这种羞辱。燕子姐啊，看短片里说美女嘛，学习都很快嘛。啊。然后也教我们做这个动作。对。我也想教一下跆拳道动作，然后让她学一下。哎呀，好啊，好啊。我觉得呀，有好多人扎心了啊！七号燕才，首先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说我如果我跟美女处对象的话，我会感觉到就是很没有安全感。从我自身来讲哈，因为我可能小姑娘手都没碰过，可能我对我自己的评价就是对爱情的把握能力吧，就是很弱。然后呢，美女就长得又这么漂亮，然后身材又这么好，还开这个私人的这个健身工作室，我相信这个美女可能对这个男的会没有什么想法，但是我不敢保证这个男的心中是否会起波澜。这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哎呀呀呀呀！首先呢，我的个子比较小啊，就是很受女生欢迎的。但男生普遍是增肌比较多一点，所以说他们肯定会首选男教练的。对，那可能是那个。来选择教练那个男的他还没摸开，选择男教练然后偷摸看着你。因为我也办过健身卡的呀，我这去那个健身馆的时候，有时候过了一个身材特别好的健身教练啥的，我偶尔也偷摸瞄了。一般那个私教的就是这个顾客有多少人大概？之前的会员大约在60人左右。百分之多少人是男孩？特别少，可能60个人里边5个人都不到。60个人就4-5个男生，这样呢能不能放心一点？我的安全感一下就上来不少，但是还是没有安全感。只要有男的就不安全是吗？关键我这掌握爱情的能力太次了，跟小姑娘出去8-9次手都没牵上。你这之前没处过对象，从来没有牵过女孩的手吗？以处对象的名义牵的没牵过，但是朋友之间有时候闹笑话呢，摸两下那也是。哎呀，那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姑娘第二个短片，再了解一下。我希望我未来的男朋友是一个3度型男生，1度是花钱的额度。我希望你是一个有上进心、有事业心、懂得赚钱养家的一个人。但是呢，我又不希望你太有钱，因为我怕你飘。我以前就是这样的，挣得多的时候就学别人买贵的东西。
出去吃饭呀，都是我永远抢着买单。一旦挣的少了，就要去刷信用卡，去维持自己的面子。所以我希望我的男朋友不要这样，他对钱的把控一定要有度。二重是稳重的态度，我很闹腾，但你必须要稳重。我不喜欢那种咋咋呼呼的男生。三是暖男的程度，因为我爸爸从小对我特别严格，好话从来不会好好说，所以我接受不了这种语言的摧残。我希望我以后的对象是一个暖男，啥都能宠着我。我就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人，但是呢，你也不能太溺爱我，不然我怕我自己养成不好的习惯，最后就一个劲儿的作你。我妈妈说，找对象一定要长好眼神，看好人，千万不能大意。那如果你做不到我的三度型男友，那至少要孝顺呀。OK。三号大头。你好美女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像你身材这么好，应该也是自律吧？嗯，对，会。你能接受你男朋友不自律吗？我可以，我会和你说健身的一些好处，但是我会尊重你的想法。我有健身意向的话，是不是咱俩在一起我就离八块腹肌不远了？可以这么说。你别吹了，拉倒吧，我俩办两张健身卡，一人一张，办一个两年的，便宜吗？就去过一回，到期了都。燕子姐，我强烈换个地方。咋的呢？我不想挨着他，他阶段。是我看出来了，那你办了两张那个办了那个两年的健身卡就去一次啊？对，就办理去那回吗？就一次。然后呢，就去办理一次，然后呢，连练都没练。就我现在我还是有健身卡，只不过那个不去，潜在意识特别强大。就是身体的支配能力吧，多少有点弱。那如果找一个这种私教做女朋友，哎呀，那八块腹肌多长时间能到？能出来八块四腹肌？三个月吧。三个月，而且你想好，你女朋友在这个圈里是女魔头啊。我感觉我俩月就差不多。哎呀啊，那你觉得这个姑娘感觉怎么样啊？嗯，挺好的。嗯，有一点美女，我想问一下子，那钢铁直男行吗？有多直？我不会说像他们说520情人节什么白色的黑色的各种颜色的情人节我不会过，但是我会给你买礼物。我说情人节那天你不能管我要，你越要我越不给，完我还跟你说啥惊喜也没有，就是特别直。我觉得这个事儿吧，就得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品，对不对？好感是第一步，然后就慢慢品。我是三号陈凯。你看你短片里说成喜欢成熟稳重的，还有花钱有度的，我自己花钱有度，给你花钱没有度，行不行？可以啊。哎呀，这句话，这句话是什么？这还有比这更霸气的语言吗？哎呀妈呀，这架势也太好了啊！后边哪还自曝说给前女友半年花了28万？我妈说过，曾经说过这句话，说儿子，就你这么拿钱砸，你这啥好媳妇到你那跟前都白扯。哎呀妈呀，这都买啥了？这咋花的呀？啊，刚回来，哎，接着看。热恋十年，全程盛典，全程热恋开播10周年，带你穿越看全程，欢迎收看全程热恋。怎一个帅字了得，男人太帅了也是一种错误，你伤不住男人的心，就不要怪他花心。我的原则就是我的就得是我的，我不可能为了他放弃我所有的规划。从青涩到成熟，你还记得吗？11月6日起，每天16点30分，即是生活频道穿越之旅，带你回到2010年的那个夏天。贼东北，我咋不服呢？咋的呀？哎妈呀！溜子，贼靠谱，祝你们幸福。贼实在，衣服我给你买了，把你贷款还完。最意外的浪漫邂逅，演绎东北爱情故事。不愿意跟我一起走？不愿意。2020全新东北爱情大片《全程热恋》首演，每周日晚8点半。我自己花钱买衣服，差不多就行，300了、200，但不能太便宜，得500-600的，1000多也能穿。但要给女朋友买的，只要她，我感觉她使的东西了、用的东西了、穿的衣服了不行，我就得给她买好的。啊，我曾经有处对象，我第二天就给她买苹果手机，花7000多买的。完了一周之后，我俩去沈阳，我感觉她戴那个表是陶瓷的，就挺廉价的。完我就上卡地亚给她买个手表，花多少钱啊？啊，当时19800，我想给他买个更贵的，但是他想，他就要个那个19800那个。啊，我妈说过，曾经说过这句话，说儿子，就你这么拿钱砸，你这啥好媳妇到你那跟前都白扯，不物质的女孩到我手那都变物质了。
就你好，这明明人家就是买个100多块钱鞋穿就行，你这要给人买个7-8百的，你这哎呀，你感觉你这穿那鞋就不好看，就是不好看，就是贵的就好。你跟他对象处了多长时间呢？半年。花多少钱啊？花了28万。行不行这样的？有一点太过度消费了。就是比如说手表呀、卡地亚那些奢侈品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就是给你花也没有必要，是吗？没有必要，因为我平时我只有摆在那儿看着，我平时也不会带出去。这样的姑娘行不行？觉得没有必要。那我不送你卡地亚，完我送你陶瓷表。哎，陈凯喜欢的姑娘是哪种类型的？我的爱情宣言就是：女人衣品必须好。耐克、阿迪我受不了，我就不喜欢穿运动的。耐克阿迪还受不了啊，就不喜欢是吗？对，我喜欢穿白裤子翻毛鞋那种女的。白裤子翻毛鞋。对。衣服呢？衣服就正常，像 T 恤了、小衫了。头发呢？头发长头发，短头发接受不了。长头发，然后呢？啊，身材得好，皮肤得白。哎呀，画面出来了，衣服裤子得是白裤子，鞋底是翻毛鞋，这都要求，为啥呢？为啥这样呢？翻毛鞋、皮鞋都行，我就感觉那种女人就是，不是说穿耐克、阿迪的女人不好，我就感觉那种的更符合我的审美。她是有女人味儿，是吗？对，你有女人味儿啊。喜欢这种类型的啊，好啊。没想到是16盏灯都灭了。我先问一下这几个小伙，8号红军是为什么灭灯的？在我理想的女友的这个条件上呢，我还是希望她是一个长春本地的。哦。然后呢，在工作方面尽量不要跟我太一样，希望跟我互补一点，传统一点那种稳定的一点工作的，是这样的。哦，想找一个有稳定工作的。好的，来3号大头。我是刚才我想了一下，她指定是特别自律，因为不自律的话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身材。而我因为工作和性格，我是特别不自律的人。所以说我想还是说差一点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杨洋，你今天的这个旅程啊，可以肯定一点，你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，因为你自律。就是人的这种身材这种气质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获得。可能有好多小伙真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自律的姑娘，能带着她两个人一起去过那种自律的生活。好，那我们也掌声感谢杨洋好吗？加油加油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能破烂伤。